费用哦，那个有专门在带的哦，那个要另外付钱。那个有专门那个导览老师就跟你讲星座，他会跟你讲星座介绍。对，因为他整个角天气很好，星星非常漂亮，然后重点看到星星，那个星。他会有车来载，然后载你去，然后再看。那个冬瓜饼也是传统的。没讲，我不要，我要，我要中奖，我要。